这边还有一辆这个超跑啊，非常的漂亮。这边的房子呢，随便一套的话都是1000多万啊，这是在郑州的北龙湖啊，俗称富人区。这边呢，全部都是低层的小洋房。下面呢，我用空中的视角带大家看一下郑州的富人区是什么样的。北龙湖这边的环境呢，真的是没得说啊！我刚才在这边待了一会儿，一看呢，就是规划的特别的好。吃完饭在河边散散步啊，吹吹风，感觉也是特别的舒服啊。一般这个富人区呢，旁边要不然就有海，要不然就有湖或者有江之类的。郑州的有钱人也是非常的多。